大家好，我们现在在马来西亚的魔都，因为 MCO 在家里病住太久了，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去一个世外桃源。想念啊！山上来了，听讲这个山呢比那个金马仑还难去，所以我们要上山去接触最靠近大自然的地方。Hi Resort， 准备好了没有？OK， 你准备好了没有？OK， 出发！哇，这个Hi Resort 真的是远了，走了不懂多久还在走，看我旁边这个，来了，不会起来的。 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秋名山，五年发家湾，可是这个最少都有300多万，300多万了，这条山，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这样子一直玩，然后看同样的场景，一直一样，一直一样，一直一样，如果上面不好玩，是不是？我就打自己，Bukit Fraser，到了。 Bukit Fraser， 到了，终于到了哦！去年我们征服了刁曼海底，今年我们要来征服这个 Fraser Hill 山上。 我们就是住这里 ，The Pine。哇，可以来这边一下度假一下，你看这个感觉。 种树，种树看了爽，天气很冷的感觉。有一点纽西兰的感觉。哎，是，可以来这边秋秋一下。这边完全没有什么人，可以一家人来。我们现在要吃东西。这个树看了真的爽啊！这个树这样靠近看。你的蓝毛蛮像的。没有，我的蓝毛没有这样粗。你的蓝毛有这样粗没？你先看过。想来的可以来这里，我放下面，你们想来可以来。一家人来很爽，那屋子看了爽啊，屋子。 这有外国的感觉在这里，没有出到国，但是这里给你出到国的感觉。来了来了，我们来这个派旅社的老板娘，请我们来到我们来这边玩。这个是什么山鸟啊？富龙岗。富龙岗。我不是老板娘，我是他干姐姐。<笑>哇，好料哦！好料好料，好晒。有一种米其林厨师煮出来的感觉啊！你的口水可以骂一下吗？口水。终于有度假的感觉。<笑> 其实我们是来做工的啦，我们是来介绍这个派旅社的，绝对没有来玩的意思。OK， 早上7点半，你们看一下这边早上的爽朗天气，看到没有？ 我们昨天在那边住第一晚，今天呢有很多活动，老板娘讲要带我们去爬山、看蜘蛛、看小鸟、看特别的植物，骑马射箭我最喜欢了了，有很多 activity，MCO 棺材酒啊，现在可以玩耍了，真的是很爽哦，很久没有这样在这样子的空气吃早餐了，你看就这种树吃早餐。 像在加拿大的感觉，真的可以来试试看，体验一下，这个真的是大自然的感觉。
现在我们来到它的山上面。平常你们看自己的鸟，看到很显了嘛，对不对？今天呢，我就来带你们看特别的鸟。这个人是在这边的森林的达人呐、啊，不过他是草人呐、啊。他跟我讲他的技能是吹口哨，鸟就会来。我现在要看，我们来看看一下这个安哥是不是真的像森林之王这样叫鸟，鸟就来。我是不相信啊，我也是不相信啦。我跟你们讲啊，这边的观鸟也是世界有名啊，这边连犀鸟都看得到，沙拉瓦犀鸟是啥？沙拉瓦的犀鸟都看得到，不过他讲他只是飞过，起飞，怎么样？很满，这里可以爬山，还可以看鸟。我叫你跟我跟他合拍了，你靠近他就飞掉。欢迎来到知识型 YouTuber 的channel。这个呢，你看到像这样子，它很粗糙，哇，蓝的它整个全部上面都是毛哎，哇，会刺手的嘞。摸上去整个不像叶子，这个呢，如果你给水蛭咬到呢，你拿一张擦擦擦擦擦擦擦就可以了。没有看过大刃吗？就是抓住这个，哦哟哦哟，这样飞去另外一棵树。这个东西呢是很坚固的，所以他们可以哦哟哦哟。如果这边要飞去另外一边哦，是没有问题的。OK， 我过上去给你们看一下，掉了，上面很脏。OK， 这里很出名哦，有很大只的那种蜘蛛，然后很多人来这边爬山的时候呢，就把它偷回家，在这种地方哦，都是他们挖过的痕迹，全部都是 spider 的洞，一只$100，他们卖。这个蜘蛛会设置陷阱捕猎的，来看这个，哎，看得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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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一大面，看到吗？进不进去？现在我们找到一个更大的陷阱啊，就是这个，你看，看到吗？这整个。那我们打开来看一下哈，哎呦，所以你看到这样大个的洞，就代表它这只是很大只，因为现在是产卵期，所以它们全部都藏在很里面。如果它这整个物质哦坏掉了，是不是它就会死掉？所以哦，我们要跟它盖回去。为什么它的家坏掉了，它就会死呢？因为没有家了的话，那个门口哦，如果打开了，是不是就会有小偷跑进去干掉它？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门关回去。现在我们来看植物了，白蘑菇。在木上面的可以吃，这个是叫白蘑菇没？这个叫金针菇啊。鸟窝啊。哦，蚁窝，蚂蚁窝。蚂蚁窝。敲敲门，你在不在啊？老婆爱大自然。哎呦，这叫大橡树。你是什么的发现？发现。你受伤了是不是？然后拿它的皮来磨就好了，消毒药水浆了。那个是什么？我差值一算，应该是姜铺树，是拿王包树，不是，哦，不是啊。我们这边这样看哦，它好像用网包住这样 ，zoom 进去才知道它是一点点。哇，这在森林里面你看到这样子的是有毒的，看了。脏话，所以叫你们要多看我这种知识型的 YouTuber 的那种 channel， 知道吗？叶子脏话是有毒的。知识型 YouTuber 要多看我，知不知道啊？我妈妈整天叫你的孩子不要看我 channel 的，注意注意一下。OK， 我们来这边是不是？好像他上了山哦，他整圈这样走啊，你就顺住他的路跑，跑到这边来哦，就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湖。然后你还可以踩船，一家人可以来，带小朋友来。你看还有很多鱼，哇！你看它鱼很大。我现在喂他们吃一点东西，他拿这样大桶给我，我看这个鱼都不够吃啊，不够吃啊！我们一次过喂，看看他们有几多来啊！准备啊！
我再来多一桶。Anko。他们知道我在喂他们菜，他们要拥抱我。小朋友，远一点。再我去潜水哦。这个衣服很紧。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的体重超过95公斤哈，请把这边 life jacket 脱下来。对不起。Siapa suruh lu makan pagi banyak? Makan sikit. Dutang Shiba.身为一个家庭式知识型 YouTuber， 介绍你们的地方绝对不会错。一家大小来这边 chill 很爽的一个地方，然后又有风，你看凉凉这样，然后还有高山。然后如果你爸爸妈妈哦，还有打 golf 的人哦，还可以带他来这边。打 golf 最重要的什么？打 golf 最重要的是空气清新嘛，在这种像深山没有什么被污染的环境，在这边打 golf 是最好的。你们要相信我，因为我是知识型 YouTuber。你们一家人来是不是？你可以带你的小孩子来体验一下骑马的感觉，看到吗？半个莫名哦，让不来买呢。Stratos 把娃娃哦。我没有要玩的，我要开哦。是。如果你的孩子是长这样的，就不能够来这边玩了咯。不过很少可能会长到像这样啦，哦。但是如果长到瘦的就可以啊，像我一样苗条身段就可以玩了。嗨朋友，我们老板现在要上去哦。我现在要做长山赵子龙，这个啦。OK， 出发！哇，原来骑马真的是会这样摇的啊。塞呀，哇，很滑的。我这个视角哦，看上去好像很可怜这样。一生人已经做太多坏事了，现在还要骑在马的身上。哎，多夫人 OK 吗？一斤几包。下一个选手，马的嘴巴跟选手嘴巴很一样的感觉。下一个选手，马的身材跟选手身材有点相似。下一位，圣诞树选手，我们的马小姐在帮他拍照。马小姐，现在是马小玲吗？哎，不，不是马，他是马后玲。欢迎回到家庭亲子关系频道。骑完了马，就来这边射一射箭，教你的小孩子怎样打猎。现在变加罗，哎，我可以是后裔嘛，可以变加罗。阿邦就是你，阿邦就是你，吉利是你，吉利是够哎。你等下这样子射啊，不可以弹到脸，看我一击必中，我一定中那个板。我觉得板都没有啊，板没有是不可能的啦。哎，不给你们了，皮浪啊，板没有是不可能的啦。来一个黄色，空空如也嘞，板没有是不可能的啦。板没有是不可能的啦。教练，去后面森林啦，你会打高尔夫啊？板没有是不可能的啦。哎，你别跳高了咯。板没有是不可能的啦。最后一个机会，一定要中黄色。有路谁要拼呀？路谁要拼呀？哇！
谢各位，谢各位。我觉得这个东西干扰到我。基本上我们已经玩完这边的东西了啦，这里又冷冷这样，天气晴朗，空气清新，就好像哦，你有时买比较好的矿泉水跟比较差的矿泉水喝起来真的有不一样的感觉。吸收那种分多精，多么的棒。对对，这就是大自然的奥妙，你记不记得？对对对，我讲完了。对对，接下来交给你了。OK， 我们就是住在这个地方哦。这边好，它还有那个餐厅，可以来这边吃东西。下午哦，你们要踏脚车是不是？完善的服务，而且哦，它这边哦，它的 store 它有很多那种 game， 你可以要求它拿麻将桌、打拉密啊，全部都可以。我们就是在这里住 The Pine Resort。晚上我们有龙虎斑火锅，所以等一下晚上要 thank you 一下老板娘了。如果呢，你的爸爸要去打工，妈妈就可以在这边做 yoga 啦。啊，这边的那个风景有这种松树，这边是拍米树，所以这个老板娘特地种了这种拍树，这个树叫拍。所以如果你们来这边，你们要 chill， 你们可以把你们的爸爸妈妈，爸爸丢去打工，妈妈丢来这边做 yoga， 极爽。这是我们今天的晚餐 Steamboard。 来，谢谢老板娘，谢谢老板娘，留下来，留下来，先来做艺人，先来做OK， 好，我现在要吃晚餐了啦。总之呢，现在这个派旅社呢，就是在翻新住，有在要做更美更好。要来这边 chill， 要来这边爽，一家大小都可以来。今天我顺便来这边帮这个老板娘打广告，也顺便带我整个 YS 的 team 来这边玩一下。MCO 开了，所以哦，很多地方没有去过，中关到怕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啊，拜拜。